兄弟走离北河路，让我女方带归西。哎呀，舅父到了，舅父可好？罢了罢了，快将生存抱上来，抱上来呀！两个生孙举头长得五官端正，惹人喜爱啊，好像猫，好像猫啊！哎呀，但不知取何名字啊？他是哥哥，取名文龙；他是弟弟，取名文峰。文龙，文峰，王子成龙，潘儿成峰。嗯，喵喵喵啊！舅父呀，你既然三教九流无所不通，今天就替两个生孙断一断八字。这，自怕直言不辩，讳言失真呐。自家人胆讲不防。如此，将两个生孙的生辰八字一一写来呀。遵命。舅舅父喜龙，哎，文龙先来。新一年，新有月，新一日，庚寅时。文龙思辰有无差错？哦，寅时所生并无差错，并无差错。可惜了啊，舅父，可惜什么？这舅父单将不防，明月身亡，日日思苦，争王之间负权无疑，明帝故中既无助，清平坎坷亦何复？舅父，此话是此话。舅父单将无妨啊，这民俗有云，人之八字以年为根，月为火，日为苗，死为过。文龙元清流解，凭命而论，此字什么？来乞改名啊啊！这哎呀，杨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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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太夫人在此。Watch out!
强盗！抓强盗！抓强盗！哎呀，庄元爷呀，你一定要严惩这个贼子呀！舅爷啊，我咋抢到我舅爷的头上了？哦，你就是庄元明的文风啊！一点儿不错，一点儿不错。贤弟呀，实在好比姹紫千里呀。舅父，他是乞丐名的文龙，状元名的文凤，在这儿呢。有此理，状元爷呀，文龙哥，你说饶了我吧，饶了这一回吧，文龙哥。为父为母，快快请起。小侄无力匹乎，来，把他交与你家县令大人安律二判。娘，都是你害了我。